嗨，奥克兰东区的居民，大家好。在十一月十三号那一周，你将会得到这样的一份宣传册。那是因为从十二月十号，随着奥克兰新公交网络的逐步实行，所有奥克兰东区的公交路线将会有重大变化。如果你使用公交，那就意味着你今天的乘车方式会和以后完全不同。你的公交车将会有不同的路线号码和时间表，你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公交车站，你的公交车外观看起来也会不同，你可能需要转车，即使你以前没有这样做过。所以确保你有这样的一份宣传册。如果你还没有在信箱里收到这样的宣传册，你可以浏览奥克兰交通局的官方网站，或者拨打他们电话。你也可以通过奥克兰交通局的客户服务中心，或者参与他们的咨询活动进行免费索取。不管你怎么做，确保你参与进来，在新公交网络运行时不会错过你的公交车。